黄战三十秒全是小技巧。大家好，我是西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黄战三十秒的第二期视频，黄战的小技巧，学到一招是一招。第二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裸跳猪的技巧。那么野猪骑士是要下在我方左侧河道的死角，成功几率 40%， 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，但是危急时刻使用出来的话是能够出奇效的。那么这一招的技巧需求就是卡左侧河道死角的位置，听天由命，这也算是技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